前面就做了一个很标准式的小叮当的口袋啦，非常的可爱。再来，大家最想知道的它到底厚不厚，它一样也是非常薄宽软料的。那我觉得它这次很棒是它做旁边是这种三排扣，三排扣，而且有分尺寸，尺寸非常的标准，穿 S 号，有非常舒适的空间，可以加衣服，或者是高温炎热的时候不会觉得很紧哦。它就算是一个比较舒适，然后休闲的一个牛仔短裤，最可爱的是，我觉得是它反车反折的位置。然后你们有没有发现，这件吊带裤它不会很短，这边有看到肩带是可以调整的，所以呢，第一个先告诉你没有卡裆的问题，所以你身高高、身高小个儿都可以驾驭。然后呢，它的侧边是帮你定位好的，所以你也不用担心旁边会滑落下来。我觉得这件侧身让我们的身体非常的纤细，屁股呢这个肩带，我觉得它这个位置我自己也调整的蛮好的，所以整个后背我觉得照起来比例是非常好看的。那这个蓝色啊，我觉得它就是最基本夏天的蓝色，不深也不浅，所以呢它也不会有挑肤色的问题哦。